说有一个主题性的咖啡店。那这咖啡店呢，它不是提供单纯的饮品的部分，它也提供了一些车友的讯息啊，活动交流啦，团体的活动啊，一个兴趣可以维持14年都没有变，也说真的不容易。既然是台湾最高的公路，当然骑脚踏车要去体验它一下嘛。那五岭说真的，它也不是一般你想上去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路径，一开始你会痛得很不舒服，很难过，怎么那么难骑，怎么那么难爬。可是当你到达了一个目的地或终点的同时，其实那些过程你会觉得哦都没有什么，因为你到达了，只是上时间上的问题。山跟路不会不见，你永远都有时间去挑战它，或是去征服它。我觉得它真是一个台湾自行车的一个成年礼，有轻巧，省了不少力了。反正它加速性还不错，因为它有一些空气力学跟一些所谓轻盈的一些角度，让我加速非常的轻的快速，在加速上的普通的 QB 上，刚性也不错，我就觉得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它让我觉得它是可以很好控制的车厢。对我来讲，它我是可以去征服这个车厢，变成我可以跟它一起上一起下，我觉得评价是真的还不错。感受，制动力超好，一下坡其实还蛮稳定的，就是在后三角地方它非常强壮，在普通的地方在踩在沙子上加速也非常非常好，下坡的倾斜角度是真的非常稳。不是每个碟刹车下坡都是那么的稳定跟安全感，